好啊，醒神想喝咖啡，咁就梗系要喝高达咖啡啦。喺呢度见到有阿宝，有马西，有马生，有徐星。咁呢個係咩呢？咁就係呢，高達四十週年同呢個 Giorgio 咖啡完成嘅一個特別 collection。咁呢就由今日開始29號至到5月嘅第一個星期應該，咁呢就喺涉谷嘅呢個Shinjuku Market City出面咧就會個商場門外咧就會有兩部嘅售賣機，咁可以入錢就可以買到有高達樣嘅咖啡啦。咁我哋而家試俾你試過去試一試，撳一撳先啊！咁係一部好大嘅一個販賣機嚟嘅，咁佢入邊咧有好多款嘅罐裝啦，咁就係有2、4、6，可能有好多個款嘅。咁我而家試一試先，不如原來我都唔夠散紙添，哎呀，跌錢啊！幫我試一罐170g 先，係好，試咗個木馬號。你夠先找喎。好，咁呢度咧就又出咗個木馬號啦，咁。佢另外會送咗個膠袋俾你，咁個膠袋入面咧就係有20款嘅咖啡個樣嘅，16款嘅，咁但係佢 total 係有25款嘅喎。我哋呢邊睇下翻張大 post， 咁啊另外睇下呢部機先。佢系摆咗两部机喺度嘅，咁我转头咧都会同佢血拼噶，希望一次过可以碌晒咁多罐出嚟嘅。咁我转头碌完之后咧，就再同大家讲啊。好，以上就系我嘅战绩啦。咁但系咧有一点咧要提醒大家嘅。咁就係如果你哋嚟到去買呢個咖啡嗰陣時咧，雖然咧你會見到呢度哇好齊喎，咩款都齊啦，今次一次過可以買得曬啦。咁咧，你少年真係太天真啦，因為頭先我都以為係，咁我就係咁入錢，係咁撳係咁撳，點知出嚟咧，原來都係呢6款其中嘅一款。因為咧，佢喺4月份同埋5月份之間咧，就只係會提供呢6款出嚟賣嘅啫。咁同時間咧，呢6款咧係混合咗喺呢個咁多個掣入邊嘅。即係咧，就算你見到，呢個係R78 喎，咁我想撳R78出嚟，撳咗出嚟咧，可能會俾個木馬可能會俾紅水晶你嘅喎。或者是揸鼓你的，就不一定是你按的掣就是你想要的東西，所以呢就要碰運氣的。另外呢，你按完出來之後呢，它就會送了一個今次在這裡涉谷這裡的限定一個袋給你的，這裡呢就有16款的相在上面，即是16款的樣子在上面。咁但係記住，大家係 total 有25罐嘅，咁同埋佢分開4、5月，4至5月一次啦。
六月一次，七月一次，佢係分開三次發售嘅，應該係分開三次發售嘅。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，就可以嚟涉谷啦。因為咧，我試過喺其他超市啊，或者係一啲便利店度揾咧，係揾唔齊嘅。咁如果想係撳齊咧，咁就一定要嚟到涉谷呢度。咁啊，好似扭蛋咁碰碰運氣啦。好，咁我要再繼續買啦。好，拜拜。